早知道就不带这么多了。 总比渴死强啊。
试吧。真的不要紧吗？好像很累的样子。哦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要水吗？不知道合不合口味。啊，请。谢谢。那我不客气了。真的十分感谢。我叫韩慧。韩慧姐姐，想傍晚再走，这下就不用了。是不是迷路了？迷路，有目的地的人才会迷路吧。我的话只是随便走走。是吗？然后就顺利的迷路了呢。我就说嘛，这一带没什么景点，很少有人往来。小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在附近野炊，就是想找找当时去过的地方。
来是这样，就是说目的地还没找着。嗯，是啊，毕竟五六岁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了，只有一点印象了。这样的话，唐慧姐姐，如果不介意，让我来为你带路吧。带路？嗯，姐姐寻找的一定是充满回忆的地方，就让我来带路吧。一起去找姐姐回忆中的地方。谢谢了，不过还是算了吧，毕竟是连我都不知道的地方，带路就……没事，交给我吧。其实我就住在附近，小时候在山里长大，大小景点有趣的地方我都知道。不过不麻烦你吗？嗯，附近的事情只要问我就好。那带路可以拜托你吗？嗯。姐姐已经是大学生了。嗯，大一。真好，我也许一辈子都进不了那地方了。大学好玩吗？嗯，挺自由的，活动也很多，作业很少。哦，对，偶尔也上上课吧。大学和中学不一样，课程时间很多都是由自己安排的，所以空闲的时间比较多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你呢？应该已经放暑假了吧？今天补习，不过我翘掉了。翘课吗？从来没敢尝试呢。其实也不算啦，毕竟补习是自主参加的嘛。我成绩凑合，所以今天就放假啦。这么开明吗？我都想重新读一次了。嘿嘿，很不错的学校吧。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啦，只是在想还有多远。啊，这就到了，过了这段山路就是姐姐说的都是石像的地方。真的？就在前面吗？嗯，走过这片树林就是了。